Allez, toi. Kyle.我们现在是蓝色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换颜色真的很讨厌。 可是你杀人的颜色永远都是蓝的。看，他们都上二楼了。 从背后偷袭！哦，被我姐手枪捡到两只。哎，死光了！想要干什么？想要干什么？啊！干！超能护盾！ 东军。啊！What the fuck? How the? 敢敌人到底在哪？在那个库房，全部在那边。库房？可是我看里面没人了。二楼啊？二楼。嗯。好了，我开幽灵号扫外面这些了。刚刚我就在里面，他们我刚看到四只。干！白痴哦！ 哎，干啥？要杀红色的！看你在那边乱射，吓死我了！Oh fuck！ 干，真的不应该，我要杀红的，不应该每一场都重生就两颗
手榴弹真的太靠北。哦，我要 Titan。幽灵号真的太爽了。那个。我靠，要谁呀？干，刚有人在偷瞄我，他妈的！我干干干，好痛哦！靠，谁呀？干你脸！这场换我们虐他们了，对啊，还蛮虐的。哎呦，干队友正造哎，超造的。哦，什么什么什么？我干，那么敌人啊？他们在哪里啊？就继续。这场太虐了，我们天蝎号都开出来了。我打到，已经打到家里了。有没打爆对方核心？打爆看看。Headshot。看这关有点太扯，比刚刚那场还扯。